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答案是，答案是 A。怎么会是 B 呢？任何的蔬菜冰到冷冻不是就会冻伤？对，当你一旦黄瓜，尤其它带这么多水分的东西，它进到冷冻库再解冻的时候，它马上会变成半透明，而且变烂掉。没关系啊，让你提。对了，哦，那至于黄瓜在做凉拌的时候拍打是没有错的，可是记住不是整只先拍，先切断之后再一个一个。哦，第三题，购买香瓜要怎么样挑才能挑到了香甜多汁的香瓜呢？请可能示范做法 A。看我就对了，看我那么北泡泡、又咪咪的样子，是看你就会选对了。那香瓜也是一样的，要看它这样，看看哎，北泡泡、又咪咪，闻起来还有带点瓜香味，才是香甜多汁的香瓜，跟我一样。大哥，大哥，我是500老师，500公上，上青的较对啦。对嘞，挑选香瓜要怎？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绿色的？绿色的这个呢，才是挑选香瓜最重要的目的。因为有绿呢，才会雄青，雄青呢又脆又甜，所以呢，挑选香瓜要挑选有绿色的。五星加加短香。有，觉得哪边有道理呢？请举牌。五、四、三。绿就感觉还没熟、因为我老婆也北泡又咪咪。答案是，答案是北泡泡又咪咪，带点红红的。对啊。其实他们现在手上拿一个是哈密瓜，对，一个是洋香瓜，那这两种都可以称为洋香瓜。哦，那哈密瓜的挑选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上面不是有网状吗？对，越密越好，越平均越好。不要说这边很密，然后这边松松散散。再就是重量，重量大概重一点，比较水分。那至于这个，这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美浓香瓜，就是刚刚丽飞一直在讲说，有时候是挑到不好。对。那其实很简单，第一个就是看它这个肚脐眼的部分，差不多是3公分左右是最好。再来你就是闻。我们可以闻味道怎么样？这个你闻到就想吃了，有香味，很香，涩涩的。刀来刀来，刀来啦，很香。好，请可兰来宣布一下这个阶段积分多少？完了，这个阶段积分呢？秀琴姐是3分，亮哲跟丽飞都是2分，亮哲跟丽飞要喝我们的什么呢？我们的小黄瓜蒜苗汁。有拖一个人下水 OK 了。看起来还蛮，不会比刚刚那个厉害，清爽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应该比较消暑了哈。对，哎呦，还是有一点呛，但是很香，那个小黄瓜都忘了，小黄瓜味道比较重，应该很庆幸啊，这是口感比较甜，蒜苗啊，不是大蒜，对，上次喝过一次大蒜，大蒜再加小黄瓜就不得了了。好了，罚也罚过了，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健康上菜喽。哇，哎，这边是鸡汤呢，我们先把它放进来。好，哦，这个是大概2大匙的糖。哎呦，哇，这么多啊！先放进来，这是做酱汁。OK。对，那再来就是这是酱油。这个好多哦。我不用一次用完，这是把它做起来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放。然后这是白醋。哦。对，这个是比较偏有一点像日式凉面的感觉。那比例是怎么样？1:2。1:2。然后这个盐巴，这个糖因为融了，我们把它倒过来。这样就好，不用倒完全融化。不是，因为我们现在把它下去打，那这个有点热度进来里面是不好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要考虑到这一点，倒进来。好，再把黄瓜就把它放进来。我看放1根，哎呦，这样子酱汁里面就有一些黄瓜的味道。再多呢？太多的话味道会过淡。整个对整个酱汁的。好，这个酱汁的部分就好了。好香，挺凉面的。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，黄瓜味，有味，还有醋味，对，香。然后把它倒过来，味道啊。对。再来就是要煮面。面我们今天比较特殊一点，我们用的是什么？我们用的是这个手工拉面。手工。跟一般我们所知道的，比如说像我们凉面是用这个油面啊，或者碱水面比起来，它不一样。那一样要煮面的，哇，盐巴一定要下一点，这样子待会酱汁跟这个面味道比较不会分开。会背的好怕。对，他已经很厉害，他当你变助手，对，变助手小厨。没，他变大厨，我是二厨了。我在詹姆斯面前行走。今天比较特别的是，我要教大家怎么样来把凉面变得好吃。好，它需要2个动作。
这两个动作好重要，做了之后你的面啊，那个弹牙的程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哦，是什么动作呢？哦，冰块。这个是刚刚我已经先切好的这个小黄瓜，哦，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旁边，待会装盘可以用。好，差不多，现在就，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哈，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，是不是现在里面的水已经有点白白的？对啊，它就是它里面的淀粉，面里面的淀粉，然后赶快放到冷水里面来。啊，就是这个？对，你以为要不是冰块呢？没有，先要放冷水。啊，好，先放冷水。先放冷水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做洗面。对，所谓的洗面呢，就是你现在伸进去之后开始去搓。会断掉，把外面不会断掉，而且越搓它弹性越好。为什么要搓呢？外面的淀粉搓掉。对，好，那现在已经搓好了之后，你看那个水已经比较浊了，放到冰水里面。然后它这一瞬间，它的淀粉面条呢受冰之后，它马上就会再紧实。对，所以它待会包回去就很 Q 了。先给它按摩松了，然后给它紧实。原来是要先洗面，我以为直接就放在冰块。对，把它淋上来。这个感觉，有，哎呦，我一人独得吗？还有我跟潘老师了啊，对，对啊，想太多喽。哦，那稍微一人份，稍微拌一下，然后再来就是把我的料放上来，就是豆芽菜，清爽哦，小黄瓜，漂亮，对，不用太小气，大气的把它放上来，然后这是梅花肉，最后来一点点的辣油，哇。完美哦，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消暑凉面，来吃看。哇，我已经无言了。来来来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好意思啊，完全无言。你哪有饱？你刚刚还说你的面太少。没有，我说前面两个吃的很够了。好吃吗？没有好吃。还多两个人让我们追星是怎样？很香，我知道这个酱怎么会这么弹牙？它配在一起的，你先闻。哦，跟我们一般吃的凉面不太一样哎，不一样，味道真的跟一般的辣油不一样，辣油的味道，很清爽，有到位哦。突然间那个味道冲出来，对。面的部分，你只要经过这样的洗面，任何面，包括面线都会变 Q。哦，可以试试看。今天这个是用手工拉面，回到家你也可以试试看用面线。好，好，试试看。嗯，清爽。我想当地的季节的东西啊。不管是你根茎类的，不管是蔬菜水果，都是好东西。我们家大家都可以试试看。好，今天就谢谢三位，也谢谢左边的两位，谢谢这个姐妹花，姐妹花，这么好的姐妹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天气太热，让你没胃口吃饭吗？夏日短寿蔬果这么多，要怎么吃呢？交给我潘怀宗，还有我詹姆士。还有我们健康姐妹花，保证让你健康美味一把照。每周一至周四晚上6点、10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